们想的一样。什么呀？阿霍的说辞破绽百出，留住他才能查清楚他真正的企图。我没想那么多。那你还敢留住他？既然你为他求了情，我不想让你失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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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城啊，石城，在想什么呀？你们现在的性别是不能在一起的呀。顾哥，内奸都抓到了，你怎么还这么客气？好吃，厨神降临，直接慢点吃，别噎到了。卡住了。好丢脸，还好披的是我哥的马甲。他的身体为什么这么轻，这么酥软？谢谢恩人，保住我小命。请你以后吃饭慢一点。我作为本次公益比赛的承办方，对参赛成员的筛选有绝对的自信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顾兰和石城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音乐人，他们之间就是单纯的音乐伙伴关系。扬帆少年是一档公益节目，希望主流媒体能够多多关注和报道公益，不要把心思浪费在莫须有的八卦上。谢谢。我问你发布会看了吗？我正打算去感谢欧阳社长替我解决这次危机。也不单是因为你，主要顾兰也被牵连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阿花也好，刘岩也罢，这一切都是背后 UFO 在勾兑。在这个节骨眼上低调行事对谁都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会跟顾兰保持距离，在节目里我也会好好表现。最好的事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我们的节目受到了星星养老院的关注，所以为了鼓励大家，在正式录制之前将会给大家一天的休整时间。这么好。话还没说完呢。晚上会有一个团建，将会有摄影师跟拍你们，后期会将花絮做成一档特别节目。啊，还是不能放开玩啊，这可是展示自己的好机会。团建地点稍后会公布，各位可以开始准备起来了。谢谢南哥。啊，走吧。顾哥，我不买太多东西，我可以自己搞定的。你这次活动产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主办方负责。啊，谢谢顾哥。不过你跟着我做什么？买单。啊，我可以开发票的。你买不买磨磨唧唧的。好吧好吧。我会跟顾兰保持距离，在节目里我也会好好表现。最好的事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不用开发票了，赶时间，算我请你。作为主办方的家人，我想着替公司分担一些压力，所以这次团建由我来负责，大家尽情享受吧。享用吧。哎，时辰像是谷歌的定位器，或者说是个起点石啊。节目组打算把接下来的环节设置成荒野求生，我们都会被丢到荒野外去，后面几天会很辛苦，你一定提早做好准备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我想跟你合作。我已经得到消息，荒野求生沿袭环保主题，所有乐队拆分完成个人任务，
只要我们联手，一定能双双稳入前三。联手？我知道，你参加这次任务是想证明自己，但这个时候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队友当衬托板，当垫脚石。你想要我抛弃队友？不好意思，我不会为了赢不择手段。师承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吗？我就建议节目组给我们人气最高的师承设置点考验环节，怎么样？很有意思吧？那我要刚刚是答应了你，我岂不是要被评委扣分了？怎么会呢？能和你这样的人成为对手，是我的荣幸。那我们赛场见了。哎，怎么听见了？谢谢顾神。哦，来找人打扫一下玻璃碴子。怎么会突然停电？不应该呀，平时这儿也不断电。赶紧查清楚，刚才差点伤到时辰。明白。小心车。接下来我来宣布本次公益巡演的新增环节，荒野求生。荒野求生真的是去荒野吗？既然真的是荒野求生，还是荒野求生环节的设置，都是希望各位可以切身实际的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，理解生态环境的重要性，把保护生态环境落到实处。接下来我来分发节目组特制的野外求生服。去，走吧。谢谢顾神。谢谢顾神。在座的各位将会被蒙上眼睛，随机投放到野外，进行为期10天的荒野生存竞赛。节目组不会管吃住的问题，所以你们的首要目标，活下去。秦木易，你快看啊！秦木组为了省钱，真是什么赛制都能想得出来。说好的乐队巡回赛呢？这下可不好办了呀！什么不好办了呀？我们一定是因为太烂，已经被节目组抛弃。不，是被全人类抛弃。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。打住！打住！我们不是还有时辰吗？就算我俩再烂，但只要跟时辰在一起，就没有时辰办不了的事。你说对吧，时辰？对，师承，你是队长，怎么安排我听你的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成员，野外生存还是你们比较擅长，这次我听你们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分头行动，先去找些可以吃的食物。好主意。那我去那边。我去那边。好，我去那边。好，走，你去那边。我还是打打下手吧。这个火要怎么生？没想到全能的食神也有不会的时候。哇，秦不易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谁在那边？